吃饱喝足了，走吧。拿了这个东西上山去喽。快点，人家不要看到我了。哎，到了。啊，经过那么多年就白手杆子把它砍了呢。因为现在过不去世了，他有点也过不出了。 把楼梯那打走，先把地下，我把这铁铺，铁铺把这这儿垮垮砍下去。不，你不想砍，你不想砍，慢点拿那个一扫，啊，拿那个扫。这儿呢，我们把那个梭梭那里套到那个树枝的半叶中间，把它那里拿人工一方拉倒，要不然等会儿害怕把它倒到那个果木树里头，它有那后面是电线，下面又是别人的庄稼，晓得不嘛？上树喽。 我看呀，我逃得到哪里逃哪里去了。呸！哦，那里有点。那里有个爬得上去吧？眼睛眯到嘛？你要看那个叉叉垂没垂哈，要先看一下哈。我逃到那里就行了嘛。你岁数大？比你岁数肯定要大噻，这种。哦，几年了？说不定比表叔年龄都要大。那么大呀？啊。 现在都大型的了，说说那些都套好了，小李和哥哥在那边拉。 下一个树枝去，第一根已经整了差不多了，熏香肠拿走喽。哦，那还搞不得？你来得及呢？你来，你刚才整表叔王二噻，你逮到说说在的啊？哦。来哟，娘的，我些注意安全哦，有点危险哈。哎。 吃干子去了。那个白呀，好热哦。好吧。哦。吃不要啊？哪个吃干子吃的那么子半死半死？哎，是往这边拉喽，我拿的。 最后一根树枝了，上树。
子给完了，天差不多也黑了，我们把那里收拾干净，差不多回去了。后面拜拜了哈。